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一节，我阁叫伊遐囝来讲，恁拢得来聚集，我要将恁日后所会拄到的事甲恁讲。我阁只个囝，恁得聚集来听，得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三节，牛鞭啊，你是我的大囝，是我力量勇壮的时生的。本应当大有尊严，官能的特色者，但你放纵情欲，亲像水滴滚，的确未得到徛头位，因为你爬上你老爸的文床，拍垃圾我的铺。果然，西面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气库。我灵啊，唔通甲因同计无；我的心啊，唔通甲因联络。因为因叹生气害死人，实在意思挂断牛腿的大筋，因的生气暴烈通咒诅，因的愤气残忍也是通咒诅。我要让因分开第二国的家，四散点伫以色列的地中。八十犹大啊，你的兄弟要侮辱你，你的手要持仇敌的暗棍，你的老爸的子要向你下拜。犹大是细只狮，我的子，你对所咬到的物就上去，你哭了，倒咧亲像公狮，哭咧亲像母狮，什么人敢惹你？十节，官兵无离开犹大，在你的无离开伊两只脚的中间，一到示罗来，万百姓拢要归顺。犹大将梨啊拔伫葡萄树，将梨子拔伫好的葡萄树里，伊伫葡萄树中洗衣服，伫葡萄汁中洗衣裳。伊的目睭要因为酒来红，伊的嘴齿要因为冷来白。十三节，西伯伦要徛起伫海口，要成做平船的海口。伊的境界要延到西顿。十四节，伊撒加是用的梨。倒伫羊条的中间，伊看安静做好，看土地做水，压镜头打灯，正做劳苦的仆人。十六节，但要判断伊的百姓，做以色列支派的一个，但要做罗里的蛇，路中的毒蛇，加上马蹄，互骑马的正对后面对落。耶和华，我有等候你的救恩。加敌要给敌军对逼，伊却要对逼因的脚后底。二十节，阿实的地要出好的粮食，搁出君王所食的好米。那弗他利是受偷棒的落帽，伊出好听的话。二十节，约瑟是熬结果子的树枝，是泉水边熬结果子的枝。伊的树枝伸出墙外，下贱的人。大伤害伊，用箭射伊，逼迫伊，纵使伊的颈犹原暗，伊的手也得着有力。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伴照，就是雅各的带领者。你的老爸的神也要帮助你。那个全能者要将天顶所有的福气、地内所藏的福气，以及生产食粮的福气。拢赐予你，伊拉扎，你的老爸所著的福气，赢过我的祖先所著的福气，亲像永世代的山岭，极头的边界，这个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，临到迄个甲兄弟特别者的头壳顶。便雅悯是熬八天的豺狼，早起时要食伊所咬到的，暗时要分伊所抢到的。二八十，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这也是因的老爸对因所讲的话，为因所祝福的，拢是照国人的福分为因祝福。伊阁吩咐因讲：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着将我埋葬伫希人以弗伦残里的洞内，甲我的祖、我的老爸上所在，就是伫迦南地。万里的面前，伯比拉产里的洞，那个洞甲产是阿伯拉罕对希人以弗伦
要来作业做梦地。三十一节，因伫遐埋葬阿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搁伫遐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伯加，我也伫遐埋葬利亚。迄股田甲田里的洞，原是对血人买。那个宽富将囝明白，就将脚揪伫床里，开灯来时，归到伊的座下。